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早餐店水煎包的做法。不揉面不擀皮，面皮柔软劲道，不会缩不塌陷，里面金黄酥脆，里面的馅料鲜香又美味，自己做的干净卫生，做法简单，一看三连求个关注。首先咱们来和面，大碗中准备500克面粉，放入5克酵母，3克无铝泡打粉，3克白糖，搅拌均匀，再往里面倒入不超过40度的温水300克，边倒边搅。咱们今天和的方便，不需要下手和面，只需要筷子搅一搅，一直把里面搅至没有干面粉的呈现糊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上面包上一层保鲜膜，放在这里松弛10分钟，不是醒花，是松弛哦。这时候面团也松弛好了，里面已经非常暄软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，直接把它取出来。案板上先撒入干面粉，把面团放到上面，随便揉几下，揉好之后直接搓成长条，然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面筋，随便取出一个面筋子，先放到案板上，用手把它捏圆，上面再撒入干面粉，不需要用擀面杖擀皮，用手轻轻地把它按成一个圆片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面皮全部按好之后，上面放入我们提前挑好的白菜猪肉馅，先从中间对折捏一下，再随便把它捏成一个饺子，捏好之后轻轻的再整理一下，像这样一个水煎包的生胚就做好了，没有复杂的动作，包起来特别的简单。我们自己在家做的水煎包，里面的肉馅放的多，而且也非常的好吃。接下来电瓶的锅中倒入食用油，用刷子先把它刷均匀，把做好的生胚均匀的给它放进来，放进来的时候中间给它留够足余的空间，因为这个煎包放进来它在醒发，中间能放几个就放几个，这时候不用开火，盖上盖子放在这里开始醒发，醒发至1.5倍大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杯子，倒入200克长江水，往里面放入1/2勺普通面粉，1/2勺玉米淀粉，少许的食用油，搅拌均匀。这一步也是我们做水煎包底部金黄焦脆最关键的一步，而且做出来的冰花非常的漂亮。搅匀之后放一旁备用，醒发了15分钟左右，打开看一下，各个体积明显的变胖，用手一按迅速回弹，像这样就说明醒发好了。盖上盖子开火，先煎至2分钟，把底面煎至金黄，把煎包底面煎至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里面倒入我们调好的面粉水，过过煎包底部的1/3醋，盖上盖子把里面的水分收干，我们的煎包就熟了。煎好焖了2分钟，先打开一点放下热气，热气放完再迅速打开盖子，哇，非常的暄软。上面再撒入白白的黑芝麻点缀，迷你的小葱花，大家看一下这个煎包非常的雪白又松软，底部的冰花也非常的焦香酥脆，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哦。放到黑色的盘中，每一个都非常的漂亮，一道非常好吃的水煎包就做好了，面皮蓬松暄软，一点都不输外面买的哟，底部焦香酥脆，里面的馅料鲜香味美，每一个都那么漂亮，出锅连吃10个都不过瘾。好了，
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大家感觉我做的不错，请点赞、收藏、转发、评论支持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